静静，嗯，就是你觉得我这个病啊，是不是治好了就能谈女朋友了？不治好也能谈。那如果发现治了治不好呢？治不好也能谈啊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对人家不公平。陆莹，啊，你没有女朋友对吧？对啊，那你现在有了？站住！慢慢走过来。